to the 10th degree. They can trick you, but you've got to save me. I take a bite of you, come play with m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摩尼莫妮卡，你们的江浙沪卡戴珊。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大家看我今天拍摄的这整个背景有没有非常的 pinky？ 是的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是和维密合作的一期视频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真的是卯足了劲的，好吧？希望我的宝贝们呢，多多为我捧场。难道我江浙沪卡戴珊要走出江浙沪了吗 ？OK， 那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今天的主题。维密给大家印象呢，应该是那种非常的性感，然后很有自信，很阳光，很有活力，但同时呢，好像离我们又有一点点的距离。就是每次看维密天使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有四个大字，人仙有别。但我觉得呢，他们更想要传达的应该是每一个女孩都是天使，每一个女生都可以 feel good feel sexy about yourself。 可能大家平时看到一些维密非常性感的内衣呢，就会觉得啊，我自己不敢穿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就一定要有自信，拒绝 body shame。 你看我就是也是平胸，然后又没有什么屁股，然后自从我拍视频以来呢，就一直被杠精说这那的，说啊又没有身材又没有胸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是想狠狠的来打脸这些杠精。那可能大家对维密的内衣呢还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，就是好看但是不实穿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这个文胸。在这里我要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一句，我从读书以来到现在80%的文胸都是维密的，这绝对不是乱说。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特别去爱逛他们的门店，有事没事就很爱去，因为他们的门店真的很好看。好像有点扯远了。第一件要和大家分享的文胸呢，也是我本人最喜欢的维密的文胸款式，就是他们家这一款经典的蕾丝无衬垫文胸。它虽然没有衬垫，但是它的下面呢也有这个钢圈的设计，所以也有提升和塑形的效果。为什么我要首先推荐这一件呢？因为现在已经夏天了，那么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呢，夏天穿的文胸一定要舒服。这一款的料子呢真的非常的轻薄，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穿。它的这个边边还有胸前这个蕾丝的设计呢就很透气，完全不会闷汗在里面。大家都知道那种就是汗流在你的文胸里面，然后就堆积在那里的感觉吧，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人形接水器一样。所以呢，夏天一定要记得选择这种轻薄面料的文胸。这一款呢，它虽然非常的轻薄，但是它的前面呢还是有加厚一圈的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。但就是这种料子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机洗哦。就很多女生会犯这样子的错误，这种料子呢一定要用温水浸泡，然后再用手洗，而且在太阳下晒之前呢一定要拧干，不能够直接曝晒，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晾晒，不然特别容易的滋生细菌。然后维密的这一款设计真的是绝美吧，就是它有点女人，但是它穿起来前面又有一点这种一字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复古。穿上它我自己会在镜子面前就是照个3分钟，然后就幻想自己是法国庄园里的那种葡萄少女，暗恋隔壁古堡王子。就是真的，其实穿好看的内衣呢就会让你自己 feel good， 然后给自己增加特别多的自信，真的是日常必备了。而且蕾丝款呢也是小胸 friendly， 这一款的颜色也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慢慢挑选自己喜欢的。那我给这件非常浪漫的文胸呢也配了一条非常浪漫的内裤，它们从材质到颜色都是一样的，就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套内衣的感觉。就我觉得如果女生今天穿了成套的那种内衣，就走路都会昂首挺胸很多。他们家内裤真的穿的都非常的舒服，现在买内裤呢还有活动5件198哦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款内衣呢也是维密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内衣，我相信去过维密门店的 baby 们呢肯定都在那个人体模特上面，人形模特上面就是看到我这款内衣，就因为它真的很好看，所以可能就要拿出来多多的展示。这个的名字叫做 Very Sexy， 哇，是这种前扣式的蕾丝文胸。就是这个前扣的设计有多方便，我觉得大家都是女生应该都懂的，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就是手到伸到后面然后扣那个文胸扣个3分钟扣不上这种情况。而且前扣呢它还是有一个聚拢的效果的。这个文胸的重点呢是在它的背后，你看看这个后背的设计，这简直就是天使穿的 bra。 天使的翅膀就是要长在穿这种文胸的后背上啊。就是之前呢一直有 baby 给我私建议，就是问我说夏天的时候要穿露背的衣服怎么去搭配文胸。那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女生是比较抗拒直接贴一个乳贴就是穿衣服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文胸真的就是女生的福音。文胸呢也可以变成你整体 look 的点睛之笔，就是你夏天穿一个大露背的，然后里面配一个这样子的文胸，在街上我都想倒着走好吧。那这一款呢它前面的胸垫呢也比较的厚，还有防滑设计，所以穿着呢还蛮有安全感的。面料呢也非常的轻，夏天穿的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这款 Very Sexy 呢还有一个维密的秘密武器，
No Slip Grip， 绝对不用担心下滑这个问题。那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文胸呢，还是刚才提到的 Very Sexy 系列这种前扣式的文胸。那这一款和刚刚白色那款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觉得这一款的聚拢效果更加好，它的后背呢是那种非常经典的三角的镂空的设计，所以它往前收的这种能力就很强，聚拢效果满分。这款呢在平时更加的百搭，就是你不只可以搭配露背的衣服，只要今天想变成大胸的妹子就可以穿这一款。就很多女生可能会为了所谓的事业线然后穿小一码的文胸，这样子呢会导致你的胸部就是血液流通不顺畅，而且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你胸部变形。我觉得无论怎么样都不能以自己的舒适为代价。像我们这种小胸女生如何才能体验一把大胸女生的快乐呢？大家就可以选择这种聚拢能力很强的文胸，带这种 push up 功能的。那这件文胸呢，我搭配了一条和它同色系的内裤，就是图案选的也还蛮少女的，其实和女人味的蕾丝放一起还是蛮配的，所以并不是一定要穿成套的内衣才是女神。当然除了平时穿的文胸呢，维密有很多非常好看的运动文胸。我挑的这两款呢，一个是这个颜色选择比较多的，然后前面是拉链式的，这一款花纹和设计呢都非常的好看。这款就是我会在今天我去健身房，但是我并不是想单纯的去健身的时候，你懂的，会选择穿的一个运动文胸。还有一款呢，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设计，就是很基础款，就是真的是今天我想去健身房累成狗的时候会穿的一个运动文胸。那除了文胸呢，维密他们家还有非常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睡衣。哪个女生还没有一件维密家的睡衣的？还没有维密家睡衣的，我要严重点名一下的啊！你现在赶紧暂停这个视频，出去先下单，因为他们家的睡衣真的就是很好穿，而且款式巨多。无论你是轻熟魅惑的少妇，还是邻家活力的妹妹，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款内衣。很多女生可能还担心维密的内衣呢没有适合自己的尺码 ，No No No， Don't worry。维密从平的28A 到36，滴滴滴一应俱全。我知道我的粉丝里面肯定有36D的美女们，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看到。那对于自己的 size 不太了解的 baby 们呢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门店试穿，会有专业漂亮小姐姐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文胸。那维密除了文胸啊内衣呢，还有他们家颜值与实力齐飞的身体美妆类产品。精致的猪猪女孩就是要连文胸里面都是香香的，从头到脚都要香香的。那我很喜欢的一款呢是他们家这个就是 Crush 系列的这个香水，大家看看这个瓶身的设计，哎，放在床头你就是 Lana Del Rey 本瑞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四件套的礼盒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呜、是不是应该让你的男朋友不经意的看到这期视频呢？而且他们家的身体乳啊，还有香氛，真的都特别的好闻，甜甜的，就那种很 girly 的那种味道。味道的选择有很多种，然后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一款身体乳呢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味道呢是 blush 的这个味道。首先它的外包装真的就非常的少女心，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色，就一直看我视频的 baby 应该就知道我跟粉色的羁绊。然后这个身体乳的味道，它真的就是少女本女，就真的特别的好闻，是那种果味的花香，甜甜的，但是又带着一些很清新的感觉。涂上它，你就是可盐可甜的小姐姐。我现在就是晚上睡觉前都有在用它，挤一点在手上。现在涂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真的是特别的保湿，但是又非常的清爽，就涂上之后感觉你的整个皮肤都是滑滑的。但其实这个身体乳的正确打开方式呢，是配合他们家的这个香氛喷雾，使用起来效果 double。用完身体乳之后呢，就叠加使用他们家这个香氛喷雾。这个香氛喷雾它的这个香调非常的丰富，而且香味也非常的清淡，就你喷上之后一个晚上都是香香的，让你香到天明。也可以使用不同款的香氛哦，就是自己 DIY 自己的香气，我的香味我做主。香氛和它的身体乳呢，在活动期间都是50%哦，原价138，但是活动间只要69。我自然呢是没有忘了我的 baby 们的，这个视频呢我会在转发和评论中抽3个 baby送身体乳，2个 baby 送香氛，是不是宠你们？好啦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，我依然是你们的江浙沪卡戴珊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。